大哥15年前花3万块钱买的一个高冰飘绿化的一个战斧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价值多少。来给大家看一下高冰和正冰的一个差距。来镜头过来，大家看到我手上入的这串冰飘花的和这个战斧的高冰放在一起，差距还是蛮大的。然后其次，老孔告诉大家，这件战斧是一定赚的，我们只是看一下赚多赚少的问题。来，同志，我粉丝有个佛现在想卖，拿过来给你看一下。中万的货哈，高冰种很好，是好。但是小了一点，然后背后你看调水调的有点啊，不小了，同姐，你看像这样的种，现在的货战佛这么好的种的带绿化的不多的。那这样子吧，我给你5.5吧。哎，同姐，你这个看价有点低呀、啊。你怎么说呢？现在你看年底了，缺资金，压到明年开春了卖，旺季的时候卖，所以说太压本了呀，要好几个月了，是吧？我们要快进快出的呀。啊，5万多有点低啊，同姐，你这样，我们也诚心想卖，然后你给个最实在的一个价格，然后一口价行不行？那5.6吧。啊，不行，卖不了，5万多没机会的。那给你个6万整数吧。那行吧，同学，我沟通一下。那我先撤了。啊，你先撤。啊，你看看，老口就跟大家讲，第一家人家就给到了6万，轻轻松松翻倍。像这种的战斧，它是有种有色，种是高冰，色是绿花，像这样的东西，升值保值是最有保障的。来，陈总，我有个客户想卖的一件佛，拿过来给你看一下。这是好货、啊，种很好，然后肚子上还飘绿花的。我这边我就是喜欢收一点这样的种水货。对的嘎。对啊，那对就好，这个、搞。什么叫什么叫？我先听一下。这个东西100%是十级的东西吗？15。十级？你这跟我开玩笑了？十级要卖的这个？我自己收，我不可能十级收嘛，我一点空间都没有了。那你看嘛，最高看多少？往高处了看，这种好货你不冲没机会的。但价格低的话，你不可能看低噶。我也给你个实在价，我看到中万、6万吧，可以。保守了点了，陈总，我这样真直白的跟你讲，陈总绝对没机会，放弃吧。6万没机会？没机会，没机会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加一点吧。7万，不说了，陈总，一口价啊！我看你也很蛮喜欢的，8万，你加1万，行，8万就8万吧，行吧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。